林颖乐被囚禁仍起身再战，成开播以来首位 MVP 女状元。饭可以不吃，话不能不说，小编话很多，忙中来插播。妮娜林颖乐2021透过原来是你乐天女孩甄选会，成为乐天桃园专属啦啦队成员，在球场上都可以看到她甜美活力的身影。在加入啦啦队前，他可是游泳教练，目前也就读台体大体育系硕二。身为运动员的他，参加第三季全明星运动会，在出席各项运动测试中都有不错的表现，尤其是他擅长的游泳，让男选手们无法超越呀！太扯了，他举办不了运动员了。太厉害了！哇！游完的那一刻，我就觉得完蛋了。林颖乐，哇，他一开始的滑手，而且他的手肘啊出水都抬得非常的高。林颖乐即将抵达终点。排名应该蹭往上了吧？是，对他真的表现得非常杰出，哎，对，太亮眼了。而且目前这样数据看起来，他应该会是女生的状元哦。前几天测只有36，然后今天测直接进步3秒，蛮意外的，很开心能够维持自己的最佳成绩。这样的好成绩让蓝队的领队钱姐在选择男女状元时决定先选女状元，想先选女生 ，OK。所以今年的女状元会是在我这。你表现太棒了，真的，来，欢迎加入我们蓝队。我要讲一下，你是状元。对对对，你今天游泳实在太精彩了，太厉害了。虽然前几集团队比赛中表现不是特别突出，不过妮娜还是不负众望。林颖乐啊，一闪，这个球是出界外。啊，他的判断蛮精准的。好球！不得不说，林颖乐很有天分哎，完全看不出是一个新手初学者，打起来也非常有策略。在场上超拼命，就算被踢到被球击中，仍然继续比赛。哇哟，林颖乐！哇，这个一颗星就打到了林颖乐。妮娜可以哦，加油！好，哇，他很快的振奋起来哦。林颖乐表示我可以，我可以继续踢。妮娜在场上非常的强悍哦，他不管去防守男生还是女生的时候，都展现了非常极高的企图心。何君翔分到了左边，起球。而且林颖乐今天在整个五人制足球里头哦，这个青椒球技，就是这样的精神让钱姐对她高喊，我知道我没有选错人。她也成为节目开播以来首位获得 MVP 的女状元哦。在前面几场比赛我是表现是比较不好，今天得到 MVP 就是非常的感动，因为我觉得是给自己的一个肯定，就是觉得自己也是可以做得到。小编话很多，忙中来插播。运动员出身的妮娜备受大家期待，也会有相当的压力。不过还好队友跟领队的鼓励，再加上她拼了命的干劲，才会有这样的好成绩。期待妮娜未来的表现喽！达人秀新闻11整理报道。